Hey, 大家好，大家好，咁啊，又到咗呢个非遗武术由你讲嘅时间啦。李师傅你好，好，卢会长你好。啊，咁咧，我哋上个礼拜咧，我哋个传承影片咧，讲到擒拿手呢一个部分啦。系啊，好多朋友系问，真系问擒拿手啲一啲问题喎。冇可能擒拿手全面大招。似乎即系擒拿手系咪好好喺呢个你哋武术里面系最紧要一个招式嚟嘅？其实武术就冇话规定擒拿手系咩特别啲嘢，而系擒拿手需要一个。綜合性的結合才能夠運用得成功的，你不是單用一個用腳用手，你有一個整體的，所以變成你一個技術方面的層面要求是高一點的。哦，還有都可能很實踐，變化多嘛，變化多，哦，所以他們都有些問題可能都是集中在這裡了。好，那我們即刻來了。那第一個問題就是說，看到李師傅在網上示範擒拿手呢，會用到肩膊碰撞對方的，自己咧，佢話自己一個人咧練習嘅時候咧，有咩方法能夠練到呢種碰撞方法咧？師傅，好彩我哋之前啲問題都朋友都係得一個人練習，比較少少嘅。咁其實呢個咧，互相碰撞身體啊，或者肩膊呢啲咧，咁喺呢個拳術裏邊咧，好多門派都有呢種訓練嘅。因為碰撞身體，譬如我用膊頭撞你，或者用身體去碰撞你咧，咁啊都係一個唔同嘅攻擊方法。咁如果你話冇一個對手同你一齊，大家互相練習嗰陣時咧，咁我又提議少少咧。咁啊，呢啲係啲古嘅方法嚟，古老方法嚟。咁以前啲人咧就係揾呢啲樹，哦，唔好咁大棵，同埋個樹嘅表面咧比較平滑啲。哦，咁咧就上馬去撞啲樹啊，用我身體，譬如我用咗呢個肩膊去打側碰啲樹，或者我譬如我左腳攬前一步，我用我身體咧。左邊咧向右邊轉，咁嚟碰啲樹木咧，嗰度慢慢做。咁點解啲樹咧要唔好咁大咧？其實如果你太大嘅樹咧，好堅固啊，變咗個力量好硬邦邦。如果細啲嘅樹咧，佢有少少緩衝佢，咁咧就比較對身體咧唔會咁容易造成傷害。咁即係話嗰啲對啲鐵嘅柱又唔係幾好咯喎？鐵嘅因為佢冇個緩衝啊，太硬啊。咁你有時可能我呢下可能失腳。我撞得好犀利，咁可能咧個碰撞太大咧，又超越咗自己人嘅抵受能力噶。哦，咁如果呢個方法係可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咧，如果萬一啊，即係佢真係佢唔中意去呢個郊外嘅，揾唔到樹咁點咧？其實咧，你即係你呢個咧，你可以試試細細力咧去拍打自己身體，俾一轉嗰時咧，咁嚟用一個咧，即係自己嚟做。咁力量因為你自己控制噶嘛。咁同埋呢個身體轉動嘅快慢咧，係由你自己控制咁啊。咁你由小開始，慢慢由細細力，咁啊到你自己認為，咦，我可以接受咁嘅能力咧，都係一個碰撞。咁啊當然咧係冇兩個人咁好，因為始終因為你個手掌嘅位置咧係細啲。咁如果你嘅大家身體咧個身體比較大啲，接觸面係大啲咧，其實嗰、那個受傷機會都會少啲嘅。少啲。咁我建議啲朋友咧，如果真係對呢方面係想去練一練嘅話咧，可以報名參加我哋嘅線下工作坊嘅。到時可以有啲朋友大家一齊去試一試，可以大家一齊試一試咧。你掌握咗呢個方法咧，你再練習咧，就我覺得係穩陣啲、安全啲。OK， 好，咁我哋第二題啦。這個朋友話：李師傅同朋友一齊喺網上跟你學呢個擒拿手咧，但係總係學得唔夠暢順喎，點解咧？呢個咧其實唔止喺網上學習困難，咁就係我即係平時教學咧，我見到好多學生練習嗰時咧，都係會咁嘅情況出現。點解咧？他就會很著意捉住對方，但是他可能之前沒有一個準備工作，或者我先上步，或者我是先上步先，還是我是先用手伸出去先，他沒有這個準備，總之是捉住了，哪裡捉住了對方了，原來你的腳未準備，跟對方的距離拉得太遠，那變成你的力量發展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或者我將對方本來想屈伸對方的手腳屈伸啊點樣嘅，但因為個距離遠咗咧，你做唔到個要求咧，就變咗好似論論盡盡，使唔出氣力咁喎。我諗呢個都係協調未到，冇錯，協調性。協調未到咧，原因就係可能未係好熟練。
係啦，可能開始嘅時候係碰到問題，如果真係預咗練咗一段時間咧，應該都解決到。首先嗰啲每一個招式，佢有個次序嘅，譬如係應該係腳先啦，定係手先啦，你應該明白，就唔係一嚟到大家一個距離就去伸隻手捉住對方，咁咧就變咗個協調性嘅弱。即係我記得師傅解答同樣嘅問題嘅時候咧，之前都講過就係、是，譬如講你個動作好多，你又將佢分咗段。係啦。記咗個順序先，係啦，冇錯，一步一步嚟先，每一次過諗住，哇！師傅打得咁好，我即刻好似學到你咁啊，應該唔得嘅係嘛？係啦，由慢開始，係啦，由慢開始，首先將個次序搞清楚啦，我個步驟搞清楚嗰時咧，就嘗試快啦。多練多練到又熟習咗就 OK 嘅。好，咁啊好，咁啊呢位朋友啊試一試呢個方法啦嚇。第三條問題咧就嗱呢、這個咧有人話咧佢話攻擊就係最佳防守，表面睇嚟咧好似係鼓勵武力啊同埋搏鬥嘅。請問咧，應該點樣理解呢句説話嘅含義咧，師傅？首先咧，我要講一講咧，我呢個線上嘅傳承計劃咧，係極度反對暴力嘅，亦都唔係希望啲朋友咧學咗一啲智慧嘅方法咧，就去耀武揚威咁嘅。咁但係你話喂進攻就係最佳防守，係咪次次都出去打人先咧？我覺得又冇乜必要。你假設對方有對你有所行動喎。好啊！你能夠制到對方，我當個拳頭喺佢眼前面就停頓咗嗰時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威脅性嘅招式。咁呢個威脅性咧，其實都係進攻緊嘅。你可以令到對方哇，原來人哋即係如果真係大家要有咩爭執嗰時咧，其實已經俾你咧係制服咗噶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進攻嘅威脅性。但係我哋嘅呢個威脅性咧，我哋唔係想打到佢。冇錯，即係我諗佢進攻。嘅意思應該係主動啦，主動即係主動權喺你嗰度，即係主動權咧就話我可能話俾你聽，我係識武功嘅，即係我即係先係話俾你聽，你如果睇到哦，原來你想恰我唔識武功嘅啫，我都識嘅，咁你哋唔恰我啦，咁可能就呢個。我呢個主動權咧，就可能就代表進攻咁解。唔係話即係真係將佢打佢咁嘅意思。冇必要打人。咁我哋成個計劃都係講求係。自我防衛啫，係啊，啊，即係點樣防範人哋，或者防範一啲突發嘅一啲事件發生嘅。冇錯，冇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到呢度啦。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咧，就係我哋嘅工作坊咧，就係嚟緊喺呢個係7月18日，就係比較近嘅，就係即係有呢個工作坊啦。咁你跟住咧8月8日啊，同埋8月29日、9月19日都係有呢個工作坊嘅，時間地點都已經定好咗啦。請大家咧喺我哋嘅網站裏面睇睇，就可以知道個詳細情況。多謝大家。好，多謝大家。拜拜。